同学请坐啊，请坐。前面啊，请看菩萨问明品啊，第四大段说法甚深啊。前面呢，我们学习过文殊菩萨的发问，现在我们接着了看德寿菩萨的解答啊。这个科啊，是先问二答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他说答有二义啊，这就是他有两个意思。义云所证虽疑，随机现多啊，多在物情，佛常无念，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疑是真的，为什么会有种种呢？这个种种啊，是随机现多。这一个机是讲十法界的众生啊，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有佛法界啊，所以我们通常呢讲佛，实际上啊佛有四种啊，这个就很多人就不清楚了啊，佛有四种，有化身佛，有报身佛，有应身佛啊，这都是真佛。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呢，那不是应身啊，这个要懂得，不是应身，是菩萨修行到一定的地位，跟佛很接近，天台家称为相似即佛啊，很像佛，但并不是佛啊，还是算凡夫啊。这个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凡夫啊，有两种，一种叫内凡，一种叫外凡啊。内外依什么说呢？依六道，没有出六道的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出了六道之外啊，不在六道之中了，叫外凡，他还没成圣啊。哪些是外凡呢？外凡里面有四种，有罗汉啊，叫声闻呢，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有佛，所以这个外凡里面最高的这个位置是佛啊，他跟真佛呢做邻居啊。往上再一级，那他就是真佛了，他不是假佛了啊。这个真佛，真佛里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诸位都很熟悉啊，啊金刚经里面讲的诸佛如来啊，诸位看看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哦，这就恍然大悟。那个诸佛不是一般讲啊，很多很多诸佛啊，当然这个说法也能讲得通啊。真正的意思，诸佛是讲多，哪些呢？
42种佛都是真佛。啊，佛有42个界位呀。华严经上讲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这42个位次都是真佛。十法界里面那个佛不是真佛，相似即佛，啊，为什么呢？无明烦恼没断，诸位要知道啊，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扶住并没有断，这个地位也称之为，也称为佛啊。天台讲的四教，藏教佛、通教佛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别教佛那就真佛了，那不是假佛了啊。别教啊，在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了啊。所以这个相似即佛了，他没有出十法界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那么贤首讲五教啊，五教讲小教啊，十教、宗教啊，十宗、圆教啊，顿教、小十宗顿圆。那这个里面呢，也是前面小教的佛跟十教的佛都没有出十法界啊，跟这个天台家所讲的藏佛、通佛地位是平等的。佛有很多种啊，所以一般讲成佛，你是成的什么佛啊？哪一个阶层的佛？这个就不能够含糊笼统而论，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明了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同样道理，烦恼没有断呐，但是真正能把烦恼克服住，服烦恼而不是断烦恼啊，真能够把烦恼服住啊，我们平常用功，这个功夫要在这个地方用啊，这真功夫啊。啊，怎么个用法呢？六根对六尘境界，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起心动念呐，这是凡夫啊，啊，这个就造业啊，起心动念造什么业呢？轮回业，造六道轮回呀！啊，地藏经上说的好啊，阎浮提众生呢，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起什么念头呢？这个我讲经常说，常常提醒同学，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16个字。这16个字你不能够放下，佛门进不去啊！啊，不是进那个高级的佛门呐，进最初级的，
小教、藏教啊，天台的藏教、贤首的小教啊，这十六个字要放下啊。放下之后啊，你就得果位了，也转凡成圣了，小圣啊。什么位置呢？菩萨五十一个阶级里头啊，你第一个阶级得到了，啊，也就是一年级了，啊，实性位的初性菩萨，初性菩萨等于小乘教里面的须陀洹，啊，你能拿到这个地位啊，拿到这个地位呀，给诸位说，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不生凡圣同学徒，生到哪里去了？生到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下辈往生。须陀洹啊，啊，斯陀洹是二果。啊，那么在我们《华严经》里面讲呢，初性、二性。是在这个地位啊，三性四性的不定啊，大概是到这个七性呢，等于阿罗汉呢啊，这个十性位的菩萨呢，都是生在这个方便土啊。如果入住了实性心满，就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这还不算殊胜。啊，我们看《无量寿经》，看《观无量寿经》，是凡圣同居土啊。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什么地位啊？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了。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殊胜了。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你这一生空过了，真的是遗憾呐！啊，明明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成真佛，不是成假佛，不是设法界的佛，啊，不是藏教里面的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不是。啊，别教佛虽然在一真法界，在华藏世界。还没有达到阿惟越智啊？为什么呢？别教的佛呢，在华严经这个位次上面呢，他是初行啊，二行位的菩萨啊，十住等于别教的十地啊，初行等于等觉，二行。就是别教的佛，别教上面啊，这个二行位上面呢，十行上面还有十回向，还有十地啊，十地从初地它到七地啊，七地以上啊。我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真的是稀有难逢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粗心大意把它疏忽了，不肯认真看啊？我也是想了很久啊，细心观察了，为什么你不能干？是因为你没有啊善男子善女人的条件啊！你看经本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
你不是啊。怎样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呢？你能把十善业，把这个十善业道，把这个弟子规学好，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你这一生确定的生净土。所以诸位，弥陀经上这一句话不能够疏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你是有了，你要没有善根，你这层遇不到这个佛法，所以说善根没问题，你有了，福德没有啊，你没有修福啊，所以你遇不到殊胜的法缘呐。所以你真的要修福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就保证你这一生成就了。这个机会到哪里去找？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彭吉清老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了，你是多幸运的。多少大菩萨想得到这么个机缘，无量劫中都遇不到。我们今天遇到了，怎么能不珍惜呢？要珍惜，那就把所有一切的恶缘恶业要放下。很认真的去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什么是错误行为呢？我们面对一些人事物起不善的心，杀到这造不善的业，不善的心是贪嗔痴，叫三毒啊。还有一个不善的心，傲慢，贪嗔痴慢，六个根本烦恼是不善的心啊。贪嗔痴慢这四个，借着疑，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特别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如果对这个法门生起怀疑，不能够深信，可惜啊。我们有没有疑呢？有疑。为什么说有疑呢？如果你不疑，你就照做了，你就通通做到了。你今天还做不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疑，你并不是真正懂得，并没有真正搞清楚。断疑生信，这个学经听教，用意就是破疑生信，信心建立了，底下就行了，信他才会干不信他就不干所以不干他就不信你搞清楚了吗？那么由此可知，信心相当不容易。李老师教我，教我这个信佛，教我这两个字，用的方法很特殊，让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他老人家教我这两个字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是出家两年之后才受戒。出家就教佛学院，教了两年了，这才受戒。受了戒回来之后，当然第一个呢要去看看老师，
啊，感谢老师教诲的恩德。我到台中去，在慈光图书馆，啊，我还没进门，他老人家在里面看到我了，啊，就指着我，你要幸福，你要幸福啊，说了好几声，啊，声音很洪亮啊，你要幸福啊，啊，我走到里面去，他叫我坐下，我感到很茫然呢，我要不幸福，怎么会出家？我要不幸福，怎么会去受戒？现在受了戒回来的时候，老师叫我幸福，我就茫然了，不懂这什么意思啊！啊，他坐下来，我告诉你，别说你这受戒不幸福了，有多少老和尚八十九十到一到死都不幸福。他越说，我越不懂了。啊，然后告诉我。什么叫幸福？佛所讲的，你通通都做到了就幸福。我这在恍然大悟啊！啊，是对，这是有道理。佛教我们不杀生，我做到了没有？不杀生的意思很广，你知不知道？啊，包括什么呢？包括伤害一切众生。难为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身心不愉快，都包括在这条戒里头啊。没做到啊！啊，不杀是做到了，但是这个细行做不到啊，这条戒不干净了。啊，不偷盗有没有做到？不邪淫有没有做到？十善呢，没有一条做到的。你怎么能说幸福啊？啊，不是容易死啊！啊，但是老师教导我了，我知道我们学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个目标。啊，只要啊方向目标正确，努力啊，天天反省自己的过失，这叫修忏悔法门。啊，天天找自己毛病，天天。改正自己毛病啊，譬如说别人对我不好啊，我心里头还会不会难过啊？如果会难过，那是凡夫啊，这是毛病啊，你没有改掉啊。别人回报我，别人侮辱我，别人难为我，别人陷害我，啊，在这个境界里修行，啊，这个都那些人，他们没有过失，他等于出了题目，啊，提供这个境界让我学习啊，我在这个里头修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修精进波罗蜜，修禅定波罗蜜，修般若波罗蜜。菩萨六度在哪修啊？离开境界没地方修啊！啊，逆境卧缘，不生成慧呀！啊，六度都往上提升。
顺境善缘，不起贪痴啊，没有贪念啊，不愚痴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清清楚楚啊，没有留念。你看烦恼轻，智慧长，这叫修行，这叫幸福啊！可见的幸福不容易啊！如果学佛，心里头还是造业啊，心里面没有利贪嗔痴啊，人家赞叹哦，得意忘形；别人回报啊，那个嗔恨呢，要几天才能消掉，这怎么行？这不信佛，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你才明了，念佛的人多，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能往生？李老师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两三个。为什么他不能往生呢？境界没转过来。李老师的话就是：不信佛，不信佛，念佛不能说没用，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那我们过去生中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啊，一流的人物，所以生生世世修行呢，都没有能往生。啊，原因在哪里呢？那个修行是口在修，身、意呀没有啊。前面我们讲三业，啊，我们只有口念弥陀，心散乱。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我们干的是这个事啊！啊，真正有善知识点醒我们了，我们就得真干了，那不是做表面工作，真干啊！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真的干啊，看破是明了，了解事实真相。啊，修福修慧呀。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与佛的愿心就相应。才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所以此地讲这个机，设法界，设法界的众生都称众生，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称为众生啊。所以众生不但是指有情的，无情也称众生。啊，所有一切现象，你想想看，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众生的意思太广了，太多了。啊，诸佛菩萨，这个地方菩萨。多半是讲法身大士啊，但是设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也度众生啊，也能够实现，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小菩萨啊，大菩萨这是化身菩萨了，常常都照顾这些小菩萨。小菩萨在六道里头，他有一慈悲心啊，慈悲心一发，啊，他等级提高，所以提高了没有出世法界，啊，从阿罗汉提升成菩萨了，成佛了，啊，一定得佛加持，
啊，得化身菩萨的加持啊，视线在六道里面呢，他不会堕落啊。啊，会不会迷呢？有时候也会迷啊。啊，但是他迷了之后啊，那个十界因缘到了，一定有大菩萨来护念这些小菩萨。啊，《金刚经》上常说的嘛。啊，护念诸菩萨了，诸佛诸佛大菩萨要护念这些小菩萨们，啊，小菩萨容易度，他善根深厚，已经证达罗汉果，虽有各因之迷，一点就通了。那么这在中国祖师大德里面为我们示现的很多啊。啊，那个榜样我们要学习啊，不但要明了啊，要学习啊，经过这个一点就通，那个一点就是中国教的意思啊，一教你就悟了啊，不但悟啊，而且能契入啊，所以这是说所证虽然是因一真法界，那随机现度啊，这十法界一切众生啊，这个众生包括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啊，六道众生啊，我们偏重在有情众生上说，随机现度啊，才有种种啊，都在无情。这个无他不说人，要说人情呢，这个十法界的只有一法界了，人法界，其他九法界就不能不包括在里。说无好，说无十法界通通包括在里头啊，多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十法界众生心，情就是心呐。啊，十法界众生的思想不一样啊。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思想不一样嘛。这个道理，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不要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们自己早晨跟晚上想法也不一样啊。啊，那最明显的，我们写篇文章啊，早晨写了，下午看看不满意，又把它改一改，这不就是不一样吗？改了之后过一两天的还不妥当再修改。啊，我的李老师啊，他是诗人。啊，他的诗是真正做得好。啊，他自己跟我说的。啊，在别人面前他不会说的。啊，他说他的这个诗啊，可以能够上追啊隋唐。这是他老人家很自负啊，啊，他的诗能够达到盛唐诗人的境界啊。可是，一首诗有时候告诉我，改几十年呐，啊，每一年都从头到尾细细读一读啊，再去改几个字啊。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前后思想不一样。一个人的思想都如此，何况世间这么多芸芸众生，变现的依正报正，把这个依报正报啊，形形色色，种种无量啊。后面这一句说得好呢，佛常无念。
所以佛注意真法界，佛证的确确实实唯识一法啊，这个佛诸位要记住，化身菩萨就是佛啊，也是我们华严经上初住菩萨以上，所以常讲的华严常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证得初住菩萨念就没有了啊。这个念是什么呢？我们通常这个经上讲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啊。化身菩萨最低的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天台家讲分正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啊。妄心是妄想分别之处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这个执着他放下了，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他有妄想，这个没有断啊。断妄想很难呐、啊！啊，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啊！我说这样说法了，大家就好懂了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不中断的啊！前念灭，后念就生了。你晚上睡觉，人是虽然是真的。啊，只是不分别不执着了，念的妄想没断啊，你还会在做梦啊，啊，梦境当中不但你妄想在那里作祟啊，分别执着也起来了啊，在梦境里头还分别执着，可见的这个东西麻烦啊。到什么时候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初住菩萨叫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呐、啊。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呐、啊，啊，起心动念呢，不是完全没有了，他有定功啊，有这个智慧呀、啊，把它扶住了，好像石头压草，根在。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行了，这就跟诸佛菩萨差不多了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啊，所以它是一法啊，如来所悟，如来所证，一法了，一真呐、啊，佛常无念。啊，中国的佛教很特殊，有顿教，有渐教。啊，顿教讲顿悟啊，专讲禅宗。啊，禅宗从哪里入门呢？从无念入门，太高了，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禅宗的人真正能成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慧呀、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大定啊，不是小定啊。啊，所以他即身成佛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在一生当中所证得的人，超越了华严经上讲的实心位，他直接就证得了初住位啊，那就是超越十法界。
从前有这种人呢，不多，现在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我说的，谭虚老法师讲的，我跟老法师没见过面，总算是很有缘分。1977年，我在他老人家的道场，我们九龙界限街的中华佛教图书馆讲过2个月的《楞严经》，我听老法师的录音带，这个佛器开始的录音带，他老人家说的，他一生当中，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一生提倡念佛法门，他说学禅，学禅得禅定的是有，已经是不多了，学禅开悟明心见性的，他一生当中不但一个没有见到啊，听都没有听说过。能得禅定呢，你也算不错了。得禅定将来往生四禅天。看他禅定的功夫，他生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是未到定，达不到初禅这个程度，那么他还是离不开欲界，欲界上面四层天，夜魔、斗帅、化乐、桃花自在天，这个都是修禅定啊而不及格的，禅定真正是及格了。那就到初禅了，色界天去了，不在欲界了，不容易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是无念呢、中国禅宗是无念为宗啊，无住为本呐、跟我们教下学的不一样啊，他那个境界太高了啊，所以我学佛，我的老师就警告我不能学禅，不能学密为什么呢？我们不够条件呢。想想真的。我们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吗？不可能。不起心不动念呢，也就不会做梦了。心是清净的，做不到。密太高了。密跟禅没有两样。在六尘境界里头也是不起心不动念的，他才修清净心的。你起心动念，你清净心就没有了。太高了。所以方东美先生劝我学教。宗门教下了，他要我走教下。学教。遇到李老师之后劝我念佛。他劝我念佛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对老师特别感激。真是非常用心来诱导我。我对于净宗
总算是不排斥了，不轻视了，没有真正的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呢？对这个法门的了解不够透彻，所以现在许多这个年轻同学对这个有怀疑，我能理解，我是过来人。我怎样走向净宗法门呢？给诸位说，得力于讲《楞严经》。我在台中是学楞严的，《楞严经》过去好像讲过七遍，七遍里面只有两遍是讲圆满的，其他的有五遍没有讲圆满，讲到一半，像这个1977年在香港也是没有讲圆满，大概是讲到三分之一，好像第三卷讲圆满，第四卷就没有讲到，讲了四个月。有这个基础啊，有楞严的基础啊，然后在台北讲华严经啊，那个时候讲华严没有这么详细，真的是照本宣科啊，但是也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80讲一半，40大概也讲一半，从这个地方果然觉悟了，觉悟什么呢？觉悟净宗法门不可思议。这个对于净土法门，这才五体投地啊！所以我入净宗法门是楞严、华严、戒严的。华严讲一半呢，突然有一天想起来了，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这是华严经上三个最关键的人物仔细把经去念一遍，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善财是文殊得意的门生呢，入室的弟子，学生哪有不跟老师学习的呢？那老师既然修这个法门，学生还会例外吗？所以我把五十三参呢，细细看几遍呢。善财童子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称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一位第53位善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意思就很深了一个十是念佛求生净土，最后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这才恍然大悟当中这个51参是浓缩无量法门，换一句话说，无量法门都离不开念佛法门，才知道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以后这渐渐入境界了，才晓得了道理明白了。什么道理呢？佛常讲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念佛法门是直接向佛想什么就成什么
天天享福，他怎么不成佛呢？想菩萨成菩萨，想罗汉成罗汉。现在人想什么呢？现在人想五欲六尘，增长贪嗔痴慢呢。那果报在哪里？果报在三途地狱。这想什么变什么吗？我向诸位报告过，台湾江一慈先生画了一幅地狱变相图，这一幅图我深深相信他能够永垂不朽啊。他的参考大多数是取自于玉历宝钞。少份呢参考佛教经典。大多数是从玉历宝钞。这幅图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跟我的缘很深。由于这一桩事情是我想到了佛在经典上对于地狱这一桩事情究竟讲了多少。我派了三个学生呢去查经，查了两个多星期来给我报告。大藏经里面佛讲到地狱的状况一共有25部经典，这个内容太丰富了。我就让他们，你们把这25部经论，佛讲地狱这个经文，都把它汇集起来，我们做一个汇集本，因为这25部经呢不容易找，很多没有单行本的，我们把它印出来。经题呢就叫佛这个注经，注经佛说地狱纪要，我用这个名称。现在这个书已经印成了，大概很快就出版了。这是佛当年在世细说地狱的状况，那比这个道教里面呢精彩多了，丰富多了。读了之后常常读诵看看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当中言语造作点点滴滴有没有造地狱业，我们现在自己造了不知道。那么这部书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所以我还有这么一个愿望，将来再有这个后期的画家能够依照佛经所说的重新再画一幅地狱变相图，那我相信更精彩，更能够启发人，帮助大家回头是岸。佛对地狱为什么说的这么详细？地狱太苦了，
造地狱罪业容易啊，堕落下去之后出来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最可怕、最痛苦的，佛就说得特别详细啊！你看《楞严经》里面，佛讲七趣啊，那一段经文很长，但是讲地狱占一半，这是佛的慈悲流露啊！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非常感恩呐、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无量无边的种种啊，是众生心相生，那佛应化在这个里面，佛常无念，常是恒常，永远不会起心动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虽然示现在设法界，实际上他没有离开一真法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佛的境界。现在时间到了。